首先你觉得自己会不会心动？也没有看见人嘛，就我觉得凭第一印象的话还是先听就是说话感觉吧，我觉得我说的还可以啊。他对我的印象应该还可以。这次改版改的太突然了，我们连他长什么样也不知道，没有眼神，没有互动，声也听不到，他还能举手说有可能选自己。韦博说的不错，但是呢我们改版考验的是什么呢？考验的就是冥冥中的默契，就是希望你们通过观点的碰撞，让灵魂相似的人可以走在一起。满足一下你好不好？有请女嘉宾出场。大家已经看到我们两位女嘉宾的背影了。这里有十个关键词，可以让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两位女嘉宾。来，请看大屏幕，可以根据你感兴趣的关键词来提问。两分钟的时间交给你们。我想问一下，15+7，快点问，就两分钟。接到非常完美的，就是他说我可以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然后我非常开心，就每天食欲大增，大概半个月的时间，我胖了有7斤。就一条鱼。一条鱼还是我的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双鱼座女生。擦地狂魔吧。我还是你啊，去啊，对，这个真的一直都是我，我的题都被你们点到了。我求求你让他说句话吧。因为我平常不开心的时候，我的发泄方法就是拿一块很小的抹布在家里擦家里的每一块地板。偷瞄。我走在大街上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会一直偷瞄我。哦，一栋房。一栋房是我跟设计师沟通完之后，我在图纸上画了一张图，然后就按照这张图纸在老家修建了一栋房子。哇哦！时间到。